戒呢，它是完全有分尺寸的，那有 S 号、M 号跟 L 号。L 号的部分大概臀围37最多了，所以你稍微去测量一下，因为这种裙子没办法做太大，太大你屁股会很宽哦，所以它穿起来都是不会紧。但是它会贴合在你的身上，但是不会看到内裤痕啊，然后也不会紧到肉飞出来，所以你不用担心。它没有皱感，然后也不是雾感，它就是那种滑料的，甚至有一点微防泼水的那种感觉，所以它质感非常好。然后皮革是软的，但是它又是挺料，开叉点刚好在大腿一半左右的位置，它完全不影响行动，也不会让你曝光。然后呢，小织女来穿的话，强度大概在我们的也是刚好遮住小萝卜腿的地方，我觉得非常刚好。然后它里面的那个布料呢，我觉得穿起来是很舒服。它是有绒感的，它完全不会刺激。对啊，